介绍，那也邀请介绍到的长辈们可以起身跟大家挥手致意。
那我们呢，用最热烈的掌声，先来欢迎到全国车辆工会机车制造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机车研究发展安全促进协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呢光阳机车工业执行长柯俊斌先生。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柯执行长的莅临，欢迎您。紧接着，今天呢，在我们2023国际重型机车展的开幕仪式当中，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副市长，欢迎您的莅临。在我们欢迎到台北市议员李彦秀议员，掌声欢迎您。在我们欢迎到立法委员游玉兰委员，掌声欢迎。再来我们欢迎到立法委员高嘉瑜委员，掌声欢迎。那么接下来也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经济部工业局金属机电组郭兆忠组长，欢迎郭组长的莅临，欢迎您。再来我们欢迎到经济部工业局李达维技士，掌声欢迎。洪巨顺理事长，欢迎您，以及洪中宝荣誉理事，再欢迎到曾洪忠荣誉理事。紧接着我们欢迎到台湾交通安全协会陈弘毅理事长，欢迎您的莅临。以上是今天的贵宾以及同业先进的介绍，再次感谢大家的出席，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大力的支持。那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到的是各大车厂的代表了，那我们也一样请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台湾本田股份有限公司高冈独石董事长塔卡欧卡桑。接下来为您介绍 Suzuki 台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冈崎纯总经理欧卡桑桑。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呢Suzuki 台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林竹谦部长，欢迎部长。再欢迎到 Kiko 光阳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吴嘉义协理，欢迎您。再我
我们欢迎到天可光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谢志煌经理，欢迎。再来，我们欢迎到是卡瓦萨基高昌小部长阿基拉卡卡库拉桑。再我们欢迎到是台奇重车股份有限公司李贤新董事长，欢迎您的莅临。再我们欢迎到 BMW 范德股份有限公司陈维冠经理，欢迎陈经理。紧接着我们欢迎 EnergyCar 台湾总代理真玉企业蔡玉孔董事长，欢迎。在我们欢迎到是 EnergyCar 台湾总代理真玉企业洪兆亨经理，欢迎。接下来我们欢迎三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巨阳车业黄建豪副总，欢迎。在我们欢迎到 Intertrade 宝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李宝峰总经理，欢迎您。那我们欢迎到是 Intertrade 宝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黄祥达协理，欢迎您。再我们欢迎到摩托之星国际有限公司赖文栋董事长，欢迎您。接下来欢迎到摩托之星国际有限公司黄俊义协理。紧接着我们欢迎到荣利国际有限公司吕中浩经理，欢迎。让我们欢迎到是阿特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品万总经理，欢迎。让我们欢迎到是瑞进科技有限公司萧景伟董事长，欢迎您。再让我们欢迎到瑞进科技有限公司赖坤荣经理，欢迎。紧接着欢迎到国际重型机车展展会会长陈佑新会长，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会长，辛苦了。接下来欢迎到是日本株式会社 RedKai 根本健董事长雷摩托桑，欢迎。以上是这一次呢参展的厂商代表，那接下来当然还有本次是二轮同业协力的媒体鼎力相助，有小鸟婆汽机车资讯网 Moto7 以及 Supermoto8 跟 Bike E 机车资讯网 Motobike 以及 TBK 铁居制，那还有更多多位的机车频道主，有高嘴机车鹅就是鹅小白姆艾尔以及火花罗跟呢协力共襄盛举，是不是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他们。那么在今天呢非常重要的场合当中，我们也要先来邀请到贵宾上台跟大家致辞，所以我们请大家首先热烈的掌声欢迎展会指导单位全国车辆工会机车制造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机车研究发展安全促进协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光阳机车工业执行长柯俊斌先生来到我们台上跟大家致辞，掌声欢迎。大家好。好。在疫情期间呢，其实在2000年左右，整个机车市场，全世界机车市场是狂跳，大概在5200万台左右。那从疫情开始，后来就开始逐步往上升。那到2021年到5600，那2022年已经到5700，7年。2022年更达到6000-6050万辆左右的一个机车市场。那在这个全世界的机车市场里面，台湾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台湾在2300万人里面有1440万的机车，其中大概有70万辆的电动机车，也还有1370万的燃油车。当然，这个市场。是全世界机车密度最高的国家，因为全世界一般的国家大概它的机车密度大概在10%到20%之间，那台湾拉到67%左右，这是全世界比较特殊的一个地区。那
台湾的机车会这么多的人在使用，原因是因为台湾整个的交通工具的普遍性，以及因为都市集中化的原因，所以它需要比较容易来交通，同时很容易从家里到工厂或是办公室回家的。那因为机车的使用，让台湾的经济大幅的成长，因为早期的加工路不经济派，所有的人都骑机车进来出去，而且机车也很容易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在30分钟里面从家到公司或工厂，然后30分钟回家，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最特殊的一个环境。那在这个电动化的过程里面，开始推的过程里面，其实对机车行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政府国发会在去年的4月1号推出了一个目标，他希望因为碳中和的关系，在2050能够进行排碳。那机车的目标是在2030达到新车有35%电动化，然后到2030 70% 都是电动机车，到2040希望100%。那这个过程当然这个牵涉到整个制造厂商，也牵涉到消费者的转换的一个过程，包括从制造厂商到经销网路这个维修网路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些人，因为这些机车主其实在台湾它的影响很大，因为它有1400万的人使用机车。那我们也一直在想说，政府也要配合厂商，让他能够在这个过程从台湾走向全世界。那台湾很多厂商，包括像光电店，在全世界也100多个国家在外销销售机车。但是我们在台湾的整个的电动车的推动过程，以及我们今天讲的重机在102年开放快速道路以后，数量大幅成长，一年大概到2-3万台，像去年大概2万6，前年2万3，今年的上半年已经到13000多台。那重机其实对政府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都市化过程之后，因为房价的提升，大部分很多的我们的民众住到郊区，那他经由快速道路到市区来上班。那我们机车业界一直希望政府在这个高速公路部分，尤其横向的部分能够开放，因为如果你横向的部分能够开放的话，很多的民众他住在郊区就很容易到市区来上班，这个是未来整个都市化过程中应该突破的部分。当然因为我们的高速公路的拥挤性不存在，所以我们可能说像三道相对比较没有问题，所以说你可能可以利用时间来开放。那但是你就比较建构时间，你就不需要让那个这些重机上不到，但是你利用时间应该可以让这些重机上不到，这样的话我们台湾的整个交通就会非常的顺利。那从机车产业的角度来讲，也是希望从台湾的市场，在政府转型的过程，希望产业转型过程、民众转型的过程中往前推到全世界，从立足台湾走向全世界。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重机展，啊，我希望台湾因为有重机的推动，以及所有的厂商的推动，也能够从台湾走向全世界，因为全世界有6000多万的机车市场。我相信台湾的产业是有机会像我们的半导体一样走向全世界，达到一个世界的标准。最后感谢各位能够来参加这个会，也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柯局长跟大家的分享以及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了台北市副市长，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林奕华副市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副市长好，我们的柯执行长，还有我们的陈会长，再来包括我们的吴秘书长、吴秘书长，还有我们的好姐妹啊，我们的方燕秀、玉兰姐，还有嘉宇委员，以及我们的郭组长，还有工业局的同仁，以及我们的林理事长，
谢理事长、萧顾问团总团长，所有业界的好朋友，所有的贵宾，所有来喜爱机车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我今天代表蒋万安市长，代表台北市政府来，很荣幸来参加这个盛会哦。很抱歉，万安市长本来说自己要来，但是因为市政府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所以变成呢就派我来代表来致意，也来祝贺哦。事实上，今天我们这个盛会非常不容易，刚主持人提到，今天都在五股工业展览馆，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南港展览馆，南港展览馆，那因为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的适合。我刚一进来看到那么多机车，就觉得哇，就觉得很热血，然后就觉得现在的机车呢，不但是刚刚小提到，我们还因为现在整个环保法全部调整，另外呢，它的美观，这个都是现在我们看到机车跟以前过去传统不一样的地方。那真的要非常谢谢哦，因为我们的工会，像包括台北市跟中跟我们全国的工会跟台北市政府有非常多的合作，包括空法的修正，包括我们新的机车要有 ABS 跟 CES 的装设，这些相关能够进行碳排，很多对我们很多意见的建议。那另外呢，包括说我们怎样来加速我们的在一些机车上面的汰换，所以台北市这边除了原有的补助，那我们还加码在8000，再加上中央如果工业局的经费、环保署的经费，如果机车汰换最多可以到28800，那如果是新购可以最高到19500，所以呢，希望说大家在让步之中可以共同的来支持，也是跟环保。像今天我知道说我们很多的都是符合各国新的环保法规，也是我们在机车相关的业界一直也是迈向整个碳中和或是我们新碳排的方向，做了很多机车上面的调整，所以这要跟我们业界致上最高的敬意。那另外呢，当然我们现在也希望跟碳师要有更多的合作，包括有我们现在电动机车修理的一些技术的辅导，以及我们废轮胎的回收，那能够更达到循环经济，这部分我们都会来跟大家来做更好的合作。所以刚才呢，柯市长也提到，台北市市民有250万人光机车登记在台北市，就超过170万辆。那刚刚讲说，全世界密度机车密度最高在台湾，然后台湾机车密度最高就在台北市啊。我们每个平方公里啊，有6500辆机动车辆，所以呢，绝对是全台之最。所以机车这个业界跟台北市政府的关系，真是密不可分。所以在这边要再次谢谢大家对台北市政府的支持，有很多的指教，也希望有什么的事可以做的，也告诉我们。像包括尤宜兰委员一直在督促忠孝西路啊，这个开放啊，或像说机车的两段式左转啊等等一些法规，我们怎么样对机车也更友善，这个部分我想社会也会一起来努力。最后就祝福我们今天的展览圆满成功，也祝福各位我们所有的这个各公司啊，大家都这样，今天都要收业绩了，我们都是订单满意啊，收获满满，短叹气，祝福大家健康平安，谢谢，谢谢，再次热烈掌声，谢谢，谢谢副市长。哇，政府也非常的推动呢，大家可以太旧换新，因为现在呢，进行碳排的关系，所以不管是在我们机车的创新，还有呢外形上，都更加的用心哦。希望呢，我们消费者来到我们2023国际重型机车展，都可以眼睛为之一亮。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的是台北市议员李彦秀议员上台为我们致辞，大家热烈掌声欢迎彦秀议员。谢谢我们柯理事长、叶华副市长、国委员、高一委员在现场，每一位机车业过去60-70年来贡献最多的台湾之光各位业界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欢迎大家今年来到南港展览。除了刚才叶华副市长过去在五股，我们没有机会好好看，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大饱眼福。从走进来到现在，我已经拍了好多张照片，也看到我们机车业过去的发展跟现在台湾之光很多的改变，随着配合国际的需求，
近零排碳的十九不断的改变。我们都知道过去机车业的60年的发展，其实在台湾很多法规上的调和，事实上有必要与时俱进。其实刚才印发副市长所讲的，无论是在中孝东西路，或者是我们现在还有一段，包括未来国道的不能上，刚才副市长讲过，可不可以在非巅峰时间来处理？未来包括在立法院相关工地，我们相信有委员啊、高委员都会一起努力的关注。过去包括我们机车业的机车业的发展，包括这些都是比我们现在所有的便利商店密度还要高。便利商店现在全台湾大概有13000多间便利商店，但是我们的汽车行却占20000多间，所以带动整个台湾的生机经济的发展，我们机车业其实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未来在法规上的调和，法规上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协助大家。那我跟机车商会、机车工会的结合，未来也希望在特别市长在每一位我们机车业的前辈的关注之下，我们有更多的议题，无论他们是政府、他们是议会、未来立法院，我们都一起共同来努力。也祝福大家今天收获满满，大饱眼福，也希望不止今年。明年、后年每一年都有机会，欢迎大家来到南港展览馆。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我是李彦秀，谢谢，谢谢，谢谢李彦秀议员给我们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是立法委员游玉兰委员上台，我们支持，掌声欢迎。各位好，好，谢谢美丽的主持人，柯执行长、陈会长。副市长、叶秀市议员，还有我们的嘉宾委员，在座的各位，我就不一一唱名了。我是游玉兰。那过去3年来，其实我在立法院里面，大概外面叫我叫做机车主的全民干妈了啊。因为从大概3年多以前，我就一直在关心机车主的权益问题。因为刚刚柯执行长提到。台湾2300万人口，有1400万的机车主，那这里面还包括了将近24万的大型重机的，红牌大概有11万5千，然后另外还有12万5千的黄牌机车。虽然102年我们开放他们上快速道。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修法上面是在民国100年开始，照理讲，这些大型重机是可以上国道的。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是的，我都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各位也都知道，我在立法院里面除了质询之外，不断的开协调会，因为2年前的9月，就是在座的这个陈弘毅陈理事长啊。还有火花罗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苏花改啊，去体验原来交通部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种种认为不宜开放重机通行的各种理由完全不存在。示范快2年来，其实一切都非常的正常。那我们大型重机，照理讲，我们在这个国道上面，比如说现在罗三角啊这边，其实。如果大家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的话，其实好像国道高速公路局这边也没有任何的数据可以去支持所谓的机车不够安全。台湾的光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啊！因为照理讲，我刚刚还跟。柯执行长讲，这如果在美国，在美国看过这个，做那个小巧克力的 Hersh， 整个城镇都叫做 Hersh 啊。那我们这边就应该有光良区，所有的道路，包括什么工厂的设计，什么就是要把它的这个我们的CIS 什么都弄出来。我们光良把台湾的这个机车是推广到全世界去，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场的16家。这个日系、欧系的，还有当然光良的各个大型重机啊，你们现在的发展，当然刚刚一华
副市长也提到，都能够结合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台湾，我觉得你们更大的贡献是，说实在的，因为你们是全台湾最大族群的用户，你们最了解我们台湾什么地方在交通规划上面是不够好的、不理想，我们什么交通规则是错的。所以我在此我特别感谢我的伙伴，像交通安全协会哈，还有包括像火花罗啊、通勤的这个，我们这些都是计程车来告诉我们台湾的交通在什么地方错。我们要摆脱台湾是行人列狱的恶名，我要靠这些基层主导。当然，我要特别感谢台北市政府，在蒋万安市长上任之后，我把基层组的很多心声反映出去，包括现在正在检讨，有一些我们希望所有进行机车的内线进行机车证可以废除。我们已经开始在很多的路口，比如说两段式强制两段式左转，我们已经开始，比如说忠孝东路六段跟东兴路口，还有这个内湖，只有专业的交通管理团队，跟我们用路人的需求能够这样子畅通的沟通，我们才能够让台湾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四轮族，或者是两轮族，或者是我们两脚族，我们都能够享受台湾交通建设的安全便利，都可以平安的回家。所以我不但支持国道要开放重机，我更赞成的不是只有云峰先示范，我希望快速的包括像台六76线的这个本来已经开始在试行的这些，我都已经去考察过了，会看过了，政府要拿起勇气来面对我们机车主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大家一条安全便捷快速的回家的路。谢谢大家，来祝福我们大会成功，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我们亲爱的游立伟，哇，真的是长期以来大力支持的，而且造福着我们二轮骑士用路人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我们接下来也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立法委员高嘉瑜高委员帮我们来致辞。欢迎，谢谢。刚刚机车干妈游玉兰讲很多，那我就是机车女神哈。那很高兴今天柯理事长、我们陈会长还有在座很多贵宾、各位机车的爱好者、同好者哦。今天最应该来的就是我们交通部跟财政部。我刚刚讲的很多议题，不管是机车的路权、机车的停权，过去我们在议会或者在立法院，其实都争取非常多。唯有给机车族平权的这个道路使用哦，我们才能够有更安全的交通。那更重要的议题是我在财政委员会一直努力推动的减免的机车货物税。大家知道我们机车早期被视为是奢侈品，从民国50几年开始就课征17%的货物税，所以很多我们国产的机车竟然国外买比台湾还要便宜，这就是一个长期以来不公不义的现象。那这样子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呢，刚刚讲太旧换新，还要环保署、要地方政府配合，还要很多的行政手续，非常的劳民啊。那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就一直鼓吹说机车货物税早就该废除。那审计部其实早就已经纠正过，机车的货物税呢是重复课征，一头牛摸两层皮，我们又课征空屋税，又课征这个货物税，然后财政部又说这个货物税是机车是移动污染油，所以这长期以来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说把租税的制度废除货物税，改成为能源税，才能够真的有助于我们台北的发展，还有我们这个台湾的发展。所以机车产业刚刚讲的光阳是台湾之光，一直以来努力的在台湾哦，或者是在全世界让大家知道台湾的经济实力、台湾的制造实力。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的机车呢，说实话，因为长期以来的不公平的货物税哦，这个
这个造价是越来越高啊，市价是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一直在立法院努力的推动，包括汽车的关税、货物税不合理的现象，也是我们改革的这个目标跟方向。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我们在立法院里面能够继续为这个租税的公平，为大家的道路的平权来努力。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高立委为我们支持以及分享。真的也非常的感谢高立委为我们呢这个机车的用路人哦省荷包啊，租税部分呢也希望呢在我们立委的支持之下，也希望呢政府也可以呢让我们机车主享受一下呢减税的部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经济部工业局金属机电组郭兆忠组长上台，我们进行掌声欢迎郭组长。郭组长好。今天的大会主委柯执行长啊，还有我们台北市的副市长、市长啊，还有我们李彦秋，还有很多重要的老板啊，这个游委员，还有高嘉玲高委员啊，还有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嘉宾啊，几千的叶子啊，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感谢哦，非常有机会，再次有这个机会哦，来参加这个重机哦。虽然这个今天老实讲，我觉得行程也蛮满，可是我一定要来，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750cc 的使用者，而且的确就是像，就像柯主管讲的，我每天就是骑的，就从环东大道，我从汐止骑到市区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刚才有各位员工提给我们的建议哦，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重机、大型重机的使用上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好方便哦，那这是一个进步城市的一个表现。那再来就是谈一下这个我们最近的产业发展。那事实上，我们是比较值得乐观。刚柯局长提到，这个机车密度是最高的哦，2000多万台，1400万台机车。那我们今年哦，在机车的销售上，到6月底为止，已经达到36万台。那这比去年同期哦，成长了12%。那如果讲到大型重型机车哈，那是14000多万辆到六月底，那这成长了17%，再加就显示这个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另外的部分，当然委员都有提到，在相关税的一个节点上哈，不管是货物税、太旧换新、环保署等等哈，都积极的来看能不能让这个产业，因为工业局是制造业的主管机关哈，能够发展的更好。那以及我们在机车本身的发展上，智能机车啊，更先进的机车啊，包括不管是电车，或者是油车，更环保啊，这个是我们大家追求的方向。那也非常感谢有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呢，那就看到这现场非常就是像委员讲的非常热血啊。那也祝福我们这个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中啊，能够达到非常多的商机哈，订单满满啊。那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谢谢。谢谢郭组长为我们进行分享。紧接着我们就要有请车厂的代表上台，我们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台湾本田股份有限公司高刚独师董事长唐克欧克桑董总。ホンダ台湾社長の高岡です。本日はこのようなご挨拶の機会を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国際大型ジェニーモーターショーに今年も参加することができ大変嬉しく思います。大家好，我是ホンダ台湾的社长高刚，感谢今天主办单位给我跟大家打招呼的机会，非常荣幸今天也能参加国际重型机车展。私自身モーターショーに参加するのは2回目となりますが、昨年以上の賑わいを感じております。新社長そして二輪に関わる全ての皆様のサポートによってこのような盛大なショーを開催いただけたことを誠にお礼申し上げ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自己本身是第二次参加国际重机展，感受到这次的活动比起去年更具规模，这都是多亏了陈社长与二轮相关所有贵宾以及成员的帮忙，才能有这样盛大的活动。再次感谢陈社长及所有二轮相关人员的付出。
台湾の街中においてもたくさんの大型二輪を目に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が、二輪に関わる皆様のご協力のおかげで道路環境はもちろんのこと、お客様の運転の概念も徐々に変化し、大型二輪もお客様の暮らしの中で欠かせないものの一つとなってきております。在台湾街道上能看到许多的重机，多亏有各位的协助，不止道路环境，车主们的骑乘概念也渐渐改变。相信重机在车主们的生活中也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私個人としても、昨年末にはホンダのゴールドウィングによってタイヤを一周しました。メインは海沿いのルートでしたが、いろいろな地域の違いを直接感じることができ、二輪の素晴らしさを改めて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以我个人来说，去年年底我骑着宏达的 Go Wing 环岛一圈，虽然主要是骑着沿海的道路，但正因为是骑车，让我更能对各地区的不同风貌有更直接的感受，而这份直接的感受正是骑乘才能拥有的体验。今後もホンダタイヤは新モデルの導入やより充実したアフターサービスを通じて多様なライフスタイルをお客様に提供してまいります。またお客様の笑顔をもっと増やすために二輪の他のブランドの方々と協力したイベントを開催したい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台湾の二輪市場の発展に向けて一致団結して頑張ってまいりましょう。今後ホンダ台湾也会透过导入新的车款以及提供更充实的服务，来为顾客提供多种二轮 lifestyle 的新选择。此外，为了能增加更多车主的骑乘喜悦，也想着与其他二轮品牌一起举办活动，今后也会跟大家一起为台湾二轮的市场、二轮市场的发展共同打些努力。それでは最後となりますが、今回のモーターショー皆さんも思う存分楽しんでください。日本語で失礼しました。谢谢大家。最后，请大家尽情享受这次的中西站。不好意思，是用日文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最后，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刚刚的董事长为我们的致辞。接下来，我们要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最辛苦的国际重型机车展展会会长陈佑兴陈会长上台为我们致辞。非常好。各位贵宾，董事长，然后我们几位那个如立委、高嘉瑜立委，我想刚刚听到了，原来有这么多的政府单位跟我们的官员们，还有我们的这些代表，默默的在为我们汽车界努力，而且在帮我们争取很多的这些权益。那在这边呢，我想代表我们的展商跟我们的业界跟大家致谢，麻烦你们继续支持我们，继续为我们争取，谢谢。那在这边呢，我要感谢这个各执行长，还有我们全国汽车商会啊，李理事长、台北市汽车商会的谢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肖大哥、肖副会长、团长，包括我们全省各地来的，我们高雄、嘉义、基隆、宜兰啊，这些来远道而来为我们这个展览啊来加持、来鼓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另外呢，在最后我要感谢我们这些忠实的展商伙伴，在这边呢，我想应该接下来的三天绝对可以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创造很好的这个营业效益。因为呢，在我们这半年来的努力，透过了种种的活动，种种的这些去吸引消费者的这种行销呢，我们大概到展前连预售连一些这些公关的赠票已经达到30,000张，那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数量，大概比去年多了快一倍。所以
可以感受到大家对这个新的场地，还有现在已经我们陆续宣传出去的这些展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在我们这个三天呢，预估以目前我们南港来讲，它的人流容量呢，一天可以容纳的好几万，比五股的这个容量多好几倍。所以这三天下来，以我们在目前的预估，希望能够创造八万的这个参观人口。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呢，能够带来满满的人潮，也可以带给我们展商满满的钱财。希望大家今天都这三天都能够圆满意。谢谢大家，祝大家一切顺利圆满。谢谢各位长官，谢谢。谢谢，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陈会长。我们说到了国际重型机车展已经有八年的历史了，每一届呢都比一届呢规模更大，真的要非常感谢陈会长，谢谢，再次给我们陈会长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贵宾们，依照呢主持人的指示，我们要来到台前进行仪式的大合照。这个大合照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我们首先先邀请第一排的贵宾们，我们请起身，我们来到舞台的最前方。好，那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往前，然后捕捉最好的画面。接下来我们来邀请第二排，第二排的贵宾们，我们请起身，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到舞台上，请来到舞台上，请来到舞台上。那我们请今天的林小姐也来帮我们调整一下位置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大合照非常的隆重，也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呢可以先把口罩拿下来一下下，露出你们帅气美丽的脸庞。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所有与会的嘉宾们移动你的脚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要来一个大合照，邀请我们所有在座的所有贵宾们。好，哎，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好，再来我们比一个赞好不好？国际重型机车展雄赞啦！接下来我们比一个爱心，因为呢，我们二轮的骑士们都是非常的用心哦，不管是呢提供最棒的产品给大家之外呢，当然了，也真的非常感谢政府一直呢在帮我们顾及二轮消费市场当中的权益。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好，看一下我们最后面的媒体朋友。好，我们请前方的媒体朋友，我们先呢稍微蹲下一下下，让我们后方的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画面。来，我们让爱心再继续举着。好的，这一次我们热烈的掌声，感谢所有与会的嘉宾以及媒体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开幕仪式在这边呢圆满顺利成功。当然呢，也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我们来预祝这三天展场当中所有的展商都有优异的销售表现。那我们现在先邀请我们在舞台上的厂商代表们，依序的回到自己的展位。那呢，我们待会呢会场。